2020年那个时候，我教全国人民在家做凉皮儿。时隔两年，教你们陕西乡党在家做凉皮儿。两年了，你们学会了没有？普通面粉、凉水和面、揉成面团，醒面20分钟，中间拿出来多揉几次。面团放进凉水，开始洗面，不停地用手抓，换水继续洗，面水倒一起，一直洗到清水，这是洗好的面筋。洗好的面水过滤一下，面水沉淀4个小时以上，面筋上锅蒸20分钟，面筋蒸好出锅，沉淀好倒掉上边的清水，滋留下面的面糊，裸底刷油，倒面糊，上锅蒸3分钟，蒸好出锅，并凉水。接下来看一下美不美，切凉皮儿，撕上蒸好的面筋，盐、蒜水、酱油、香醋、香油、油泼辣子、黄瓜丝儿、豆芽，搅拌均匀，装盘。凉皮儿，请大家参考。凉皮儿，看甜。嗯，美品。再来一盘三，聊炸了。